到底要怎么样？这一大早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跟个聋哑人似的。我一大早，我一直在赶车，我一直在忙，我做错什么？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。我忙完，我带你去吃，我要带你去吃饭，好吗？你至少你要告诉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改，改不了，我就死不了，我去投胎。这男人太难当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立马改。我昨晚梦到你跟别的女生说话了。那些被气到无奈的男人。多少钱？你换个玻璃水多少？3000啊，老公是太贵了吗？玻璃水3000。你换的是山泉水吧？你加的是幸福的水，我的泪呀、啊！不是啊，他还给轮胎加了高级空气啊，一起才这个价格，我被坑了吗，老公？高级空气啊，高级空气，不是这么说的、啊，我被坑了吗，老公？我爷爷在 ICU 吸的氧气都没这个贵啊，空气呀、啊！你姐是疯了吧？我的个娘啊！哎不是，我就纳闷，你跟我嚷什么呀？啊，我是不是今儿跟你说我晚点回去啊？那么8点多的时候我没跟你说是吗？那么哥，今儿我哥们回来，我跟他喝会酒怎么了？我就问你，啊，给你惯的是吧？谁他妈宠着你啊？天天啊，你当他妈我这边删除键玩具枪是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妈女人绝对不能惯着。9点多一个劲儿催我说买化妆品，8000块钱刚打过去，谢谢老公。我他妈说我晚点回去，哐哐一个劲儿打电话，烦死了。右面什么？怎么右面眼？啊、嗯，我买3盒烟，凑过年就够了。4盒烟有点三十多，有点三十多，能不能别把钱花这没要钱？我看那什么了，这又面什么？我们昨天说想吃草莓。男人也好难啊，一无老小，哪个都和你提钱，为了生活背井离乡拼命的干啊。婆娘又和你讲，我要的不是钱，我要的只是一无人道一路平平淡淡啊！我的天哪，天哪！以我们那个条件到一起，不光不能平平淡淡，而且可能还要吃要饭。跟我讲，我要的不是钱有好多，过得多好，只要一无人道一起够用就行了。我的天哪，天哪！那个钱都用得够我何苦到外头折啊？我到外头面朝房头背朝天，啤酒都不敢一口干。到最后，你翻了一个朋友圈，终究还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我的天哪，天哪！每次一吵架你就不说话，那你想我说什么？你不会讲道理吗？不会好好沟通吗？你疯了吧！我跟你一个女人讲道理，讲了你又不听，听了你又不做，做了你还做错，做错了又不改，改了之后还说我怂你，然后又让我道歉，道歉就算了，道着道着你还真觉得是我错了，又问我错哪了？那你错哪了？我不应该说话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结婚7年了。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今天是结婚纪念日。今天我老公跟我说他不爱我。我什么时候说不爱你了？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的是这个月给你买不了包吗？那不一个意思。亲爱的，如果我快死了要你亲你前女友一口就能救我，你会亲她吗？我不会亲我前女友的。那你就是不想救我了。那我亲他。你亲吧，反正你跟他也有联系方式。那我不亲，我选择和你一起死。可我还不想死。你果然还记得他，对我见死不救。那我现在就跟你分手，你就是我前女友了，我亲你。渣男，就是跟我分手。你停在停车场门口干啥呢？你往前走啊，干啥呢？屋里没人。啊，那什么玩意儿没有人啊？你往前上上啊！啊，喇叭干啥呀？往前走啊！哪有给来抬杆呢？这是无人收费的。是啊，那屋现在是没人啊，按喇叭。傻，你后边车那个车给喇叭听不着吗？你这都给堵上了，给道，你往前动一动啊！这老些车都让你。屋里没人。你干啥呢？你跟谁说话？你往前动啊！这前面不有杆吗？是啊，你往前走啊，自动的，自动往前开呀，往前走。你这样说谁的？你非得要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你胡说我的，快走啊！
哎呦我，哎哎，你说你这是谁控制的呢？我总在每个黑夜想你。你这保的啥呀？就是一年15000，然后交十年，从第五年开始，每年给你返还3250，然后一直返还到80岁，然后到80以后，你就可以再把本金也提出来。一年15000，嗯，交十年啊，15万啊，从多年返？从第五年开始，就第六年开始返，就第六年你就可以拿到一年拿3250，返你卡上。一直每年都是3250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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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到80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那个本金也提出来，然后这。80岁的时候提的15万本金。对对对对对。夏天80岁。对啊，那我夏天保的当然夏天了。夏天今年几岁？快6岁了，6岁吧，就打6岁。也就是说74年以后夏天才能把这个钱领出来啊。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不，你每年都可以给你钱吗？每年你交10年，然后但是人家从第六年开始你就每年能拿3250，然后两标，你这脑瓜是不是缺根弦？不是，那你谁？我问你，谁给你介绍的？就朋友啊。你什么他妈俩朋友啊？不，这个他我问你干啥？15万块钱存在银行里的利息多少钱一年？算过吗？没有。按照现在的利息标准，按照3.5算，啊，10万块钱一年利息就是3500，知道吧？那5万块钱利息就是1750，加一块4000多块钱，他妈一年他给你返3250，还不够银行利息钱，知道吗？这我没算，我哪知道？你干嘛呢？我6点下班，你6:05才来，堵车了呀。你堵车，你不能早一点出来吗？我怎么知道今天堵车呀？这条路你每天走，你不知道堵车吗？我就来晚了5分钟，你愤得要这样吗？外面很热的呀，我衣服都湿完了。平时我等你1-2个小时怎么等的？更何况今天是我来接你，你等几分钟怎么了？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你就应该等我。那你自己打车走吧，行吗？把鸡腿肉都吃了，我吃了。那你又我他妈把剩的肉和菜全吃了，两餐。你他妈吃剩饭，剩的稀饭放了3天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喝，我都糊里糊涂。你们都不吃饭，完了之后吃了之后，稀饭把稀饭吃了，稀饭。屁！真的那么吃？媳妇做啥呢？这不是我那龙吗？啊，死了！你扒他鳞干啥呀？我给他做手术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做手术。他怎么死的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死的。你知道有一天我是怎么死的吗？被我气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被我气死了。每次吵架你都不说话，那你让我说什么呀？你可以讲道理呀，不会好好和我沟通啊？我有毛病啊！我跟一个女人讲道理啊，我说了你又不听了，听了又不去做，做了还做错，错了还不改，不改吧还说我凶你啊，然后还让我道歉，道歉就算了，主要是道着你还真觉得我做错了，最后来一句，我到底错在哪儿？那你说你错哪儿啊？我就不应该说话，可是。不是你连我生日你都记不住，这又是你哪个前女友生日啊？你说呀。今天是我生日。你连生日都瞒着我，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你出来，谁也别好。老公，你凶我一次好不好？干嘛凶你啊？哎呀，你凶我一次嘛。哎，不凶，凶了你等下要生气。不生气。真的？真的。确定？确定。我是什么？像个灯啊，长得跟个鹅似的。问你晚上吃什么？吃下去吧。你凶我？你皮怎么一直跳呢？今天？你今天开过车了？你怎么发现了呢？啊，
啊，没事没事。你加满了油。给我加油了。对，用你的油桶。自己加的。还干啥了？还给你加了玻璃水。我加玻璃水了。对呀、啊。加玻璃水了，加满了。对呀、啊。你确定加满了？确定啊。你玻璃水加满了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完了，废了，废了，废了。这什么鱼啊？草鱼。这鱼做的一点都不好吃。对对对对对。每次买鱼只知道红烧，就不会清蒸吗？对对对对。好好的一条鱼被你烧成这样，那我不吃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疯了吧你？对对对，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还买白酒啊？4块钱，你别说我。我这哪是说你啊，我这担心你的身体，能喝那么便宜的酒吗？咱买5粮液行吗？行吗？行。你能不能把安全带系上？我系着安全带了。你系着安全带，它能一直滴滴滴的在响吗？嗯。你看，你系好了，这不就不响了吗？嗯。我洗澡为什么没有热水用啊？你去看热水器开了吗？我放了半天，全是凉的，没有一点热的。那你看热水器开关开了吗？你昨天就说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到我用就不行了？肯定是你昨天洗完澡用坏了。你看开关开没开了吗？我当时就跟你说，咱不买这样的，咱买个放在厨房的什么炉，随时都有热水用，人都有那样的。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是的，回头我们就去把它换掉。你现在先去看看热水器的开关到底开没开。烦死了！我放了这么半天全是凉的，我站那里放了半天，我要是用这么凉水洗澡，我把自己冻坏了怎么办？我把自己冻成僵了怎么办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修好了。现在是对我不耐烦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所以爱会消失对吗？你们俩这次又是为什么分手？这次是因为我……凭什么你先说？那你先说。凭什么我先说？那你说谁先说？那我说谁先说的？这是高总。你说。这次啊，他要减肥，特意嘱咐我跟我说，不能喝汽水，不能吃炸鸡，特别是不能吃晚饭。不挺好的吗？是挺好的呀，当天晚上就分手了。嗯，为什么？他说我虐待他。天明，我减肥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让你有面子？我都为了你减肥了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吃晚饭啊？是你自己说不能吃晚饭的。那我后来还说我饿了呢。那我不是给你吃了吗？那我不减肥了。不是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？天明，我是来跟你谈恋爱的，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。那拐弯打转向啊，又他妈扒了雨刷器，还呲水，我让你干家政来了呀？说话了。那左手是干啥使的？你再逼逼，扇你嘴巴子用的。你慢点，不说。为什么我们每次吵架你都不说话呀？我不想跟你吵。我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可以指出来呀、啊。你说的哈，你刚刚……你指谁呢？你现在敢指我了呀？你是不是偏爱膨胀了？啊！哎，这会儿吃饱了没事干，咱去楼下逛一逛，锻炼一下吧。你是不是嫌我胖了？没有啊，你要是懒得去的话，那咱就不去了。你这意思说我懒呗？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？不是啊，那我自己去行了吧？哼，我看你就是想自己去。楼下是不是有哪个小姑娘等你呢？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？我无理取闹？你觉得我是神经病是不是？有人，我错了。错了还不说对不起？对不起。哼，一句对不起就想把我给打发了？我现在不想多说话。不说不行，必须说，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那我说，我说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哎呦我的妈！不拿冷热纸。
两张纸。你有病啊！我让你给我拿两张纸，你就给我拿两张啊？不对吗？你听不懂我说话呀？我听懂了，你让拿两张纸，我给你拿两张纸吗？哪儿没听懂你说话呀？我让你给我拿几张，你就给我拿几张呗。不对吗？我现在跟你过日子这么累呢，上超市也是的。我说你给我拿个袋装菜，你给我拿几个袋？拿一个呀。那给我装菜的吗？是不是得给我拿四个袋啊？那你要四个袋，你就说你要四个袋。你刚才说拿一个袋，我就给你拿了一个袋。你说拿两张纸，我给你拿两张纸，我哪块不对了？你根本就不懂我。不行，我咋懂你啊？你话都说不明白。我不想跟你说话了，就给我买水都渴了。这买啥水？这不有水吗？喝点水吧。你给我拿矿泉水干啥呀？你刚才说你要喝水的吗？我说喝水是喝饮料，我啥时候喝过矿泉水啊？你刚才说根本就不懂我。